来了，我的好哥哥。来了，打点饭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水果捞。我不要那东西，人哪有说，人家谁没家说米饭上盖水果的？不要水果。不要那东西，家人们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火龙果。鸡爪。玉竹。这个我不怎么喜欢吃，来两个吧，好事成双。是玉竹。好嘞，竹丝我喜欢吃，多来一点。好，多来一点。把我这个碗给你盖住，哎，盖住，行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小夹子就够了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哎，这个什么？这是麻辣香锅。麻辣香锅啊，我看着怎么挺有食欲啊，但是我不喜欢吃辣椒。我还给你接点辣椒出去。哎呀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我给你慢慢点，稍微挑几个丸子小肠就可以了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吃完了跟人家亲嘴啊！我嘴臭，我亲不了，谁也亲。这个手机包看，手机包看，你可以多吃点啊。可以，再干一点吧。这个清口。OK， 好了，最后来两颗西瓜吧。西瓜，好的，你多吃点啊。好嘞，吃完了亲嘴去了，太棒了，家人们。